好刺激的，措手不及啊！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的月经大概迟了10天左右，但我这几天就是一直有觉得我月经快来了，但是就是还没来。然后最近工作很特别累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嗜睡，就是工作很累这样。然后我们刚刚就想说，要不然走路去屈臣氏买一下，然后一夜。深深的两条线啊。怎么那么深呢、啊？是假的吧？再验一次啊！哎，那个试纸不准。有可能啊。再开一个，我们总共买了3个。你妈的！真假的啊？怎么这么红啊？确诊了。要喷1000万了。我爸爸，我被奇迹。看他现在，我还没减肥，他还继承我肥胖的基因呢。基因这种东西跟等待减肥有关系吗？正常的子宫内组成、，TS 1.6，1.11，恭喜你哦，怀孕了。好，这个给你看一下，在你的小嘴鼻，这个白白的这个，有看到吗？有。好，今天画手册给你，大概7周又4天。预产期11月13号，让你听一下心跳声哦，哈、哦。性别可以帮我写一张纸。好，还不知道哈、哦，我等一下帮你写啊、哦。这小朋友比较小啊，头体，头的大小3.01，正常的。这小朋友肚子，肚子，你这一圈是五的肚子，预估体重大概116公克，大概15多多。这小 baby 整个身体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要帮你照性别的地方吗？那你看，他这笔记我自己慢慢端起来，要吗？好，这样看你能不能看得清楚。你自己去想象，无字天书。好啦，爸爸妈妈。OK。你猜男生女生？哎。还是恐龙。哎、喜欢男的就猜。我喜欢男的。希望是男的。Oh my god！ 性别歧视。我们看到。哎，那，不能说这样哦。对哦，他会看到。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想要男的？如果你是女的，我也会很爱你。Oh my god！ 因为男的爸爸 This is going to blueberry 爸爸会让你保护妈妈，所以如果你是男的，我们会很认真的训练你。啊，如果是女生，如果是女生的话 ，Do whatever you want 爸爸妈妈，你觉得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等一下，你是想要男的还是女的？不管你是男的女的，我都会很爱你。但我觉得你应该是男的。OK， 阿妈妈呢？我要跟他持反对票。我觉得有可能是男生，但我还是硬要猜女生一票。你为什么觉得是女生？是有什么感觉吗？我没有觉得女生，我们照常一波感觉都是男生。OK， 但是你，我比较想要女生，所以我就猜女生。这是从医生手上拿到的性别指示。OK。OK， Doctor write paper in OK， 打开喽。OK， 好，打开。要直接我们先看吗？对啊，你是爸妈呀。接电话来哦。他们可能还是别人教他们。
你要呀，你要没有没有，我想说是给他们，你脸不可以失望哦。对对对，然后没有，先给重拍的，然后他们这样，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 ，OK， 好的，你先你先，他先先看吧，啊，你不能有表情哦，真的要我先看吗？这是你的孩子，我先看到什么什么什么，真的要我先看哦，那个字很明显 ，OK， 明显吗？嗯，是，这是什么look？好棒，真的有表情，好棒。OK， 你看，不给他们看，不给他们看。OK， 你看一下，看给妈妈。OK， 好，我看到了。OK， OK， 表情。OK， 什么什么？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OK， 爸爸妈妈。好，你先看了。我觉得我猜对。一起看此刻心情怎么样？爸爸会好好疼你的，爱他。刚前段影片唐不这样说的，希望。No, just do whatever you want。女生非常好。对啊，希望讲不出来。希望有爸爸的意思是说他希望有一个弟弟可以给你欺负。爸爸刚刚的意思是说，他是说你可以什么事情都做得到。OK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女生站站，耶！欢迎入住女子宿舍，耶！恭喜恭喜，耶！